漫步逢星期一至五六点至八点，主持啤李林康正，同你分析时事，狂追猛打。好似我哋咁咩糖尿啊、血压高啊啲长期病患咧，其实咧你一时之间就唔会死嘅，但系其实嗰个长期咧，大家真系都要研究，真系会嗱好麻烦嘅，即系譬如令到你啊个肾唔得啦，譬如糖尿引致肾衰竭啊，即系话咩糖尿上眼啊，血压高咧你又可能会即系爆血管啊，即系好多呢啲咁嘅嘢噶，跟住啊血管诶动物嘅血管瘤啦，咁其实呢啲咧都系真系要留意嘅。我就唔錫自己嘅，我成日覺得有啲天意啦，咁咪食西藥，但係食得西藥多又會唔會引致到我另外啲肝腎功能唔好咧？係嘛？正所謂一藥就三分毒，係嘛？咁啊，所以我哋而家做呢一門生意咧都係 OK。咁即係我哋順便講下啦，即係其實我哋澳洲嘅康普茶咧，我到咗未買過，因為我少講，其實真係好好嘅產品嚟㗎。佢係啊，大家如果有糖尿病唔食得甜，但又想飲翻果汁咧，嗱呢個我哋話個康普茶其實果汁嚟㗎。就啱曬啦！佢一樣有甜味，但係零糖啦。點解咧？個道理我得閒揾個女仔去介紹俾大家聽。嗱，講開女仔，我哋今日都有女嘉賓嘅。咁當然啦，都係我哋呢個 Oisa， 定係而家我都唔知道集叫咩名啊。咁啊，我哋嗰個啊老友記咧，揾個女仔上嚟。我呢、這個其實我哋從來未 request 過呢個老友記咧去介紹啲女仔上嚟我哋個節目嘅。咁但係佢就好熱誠咁，我覺得佢可能。唔知啦，係咪揾我哋節目落嚟做 profile 咁可以吸引多啲女仔啊，定點樣啦？嗱，我唔會介意嘅，但係話明做得老友啦，係嘛？咁啊，加上佢出本雜誌咧，又唔見得好賣得，係嘛？咁啊但係佢仍然咁堅持出，咁我係對呢啲啊朋友咧係一個啊敬意嘅，即係如果俾我一定唔會出咯，係嘛？咁但係你話喂，往來無白丁，冇理由㗎，無撚端端咁撚熱心。咁係咩原因呢？我就唔去估啦。嗱，我哋睇聽日個嘉賓咧，我哋睇少少相先。哇！呢個聽日個嘉賓咧，嗱，大家睇下啦。嗱，聽日會見到真人啦。咦？唔會正喎 ？How much？ 上俄嚟嘅喎，屌你老味，著到咁撚樣嘅漢服喎、啊。兩兩隻眼喎。OK， 好下一張。啊、咦？有冇應該有啲 P 嘅係嘛？夠白喎嗰對手。啊，咁但係都係瘦瘦啦，咁啊特別啲啦。喂，如果聽日著到咁樣上嚟就係正啊！正就要咁樣著。O、okay, K， 好，好兜睇埋先，睇埋先。呢、這個 I G 嘅，嗱、啊、呢、這個咁佢都係瘦身嘅，呢啲好似學校啲地方嚟。我要假底唔差喎。假底都睇到，睇有啲毛啫。唔係啊，佢應該係學校啲地方嚟喎。咁佢可能都係仲係學校，即係讀書啊，學生妹或者啱嚟學校唔遠嘅喎。要温好多喎。O K， 好下一張。你咩事嚟咧？你覺得咧？啊？點都叫白白淨啦，係嘛？嚇、啊，唔錯啦。啊咁啊，希望大家滿意啦。睇下聽日佢講嘢又會點樣啦。我都唔知講乜嘢對住呢啲咁嘅靚妹。OK， 好，翻嚟。好啦，兩單新聞我哋嗱嗱聲講完咧，就要完結今晚嘅節目啦。大家又要睇波。第一單新聞就係、是、屌你老母！你話仲唔係西港嗱、啊？東升唔升我唔知。美國馬里蘭州有條橋 ，OK。叫巴爾的摩，竟然咧喺今日凌晨出現倒塌意外，原因就係初步懷疑一部掛住新加坡旗嘅貨船撞落嗰條柱度，成條橋就冧撚咗。嗱，呢條橋唔係好老嘅嚇，呢條橋咧叫做 Francis Scott Key Bridge 啊。呢個 Francis Scott Key 係邊個人咧？就係作美國國歌嗰條友嚟嘅。我根據資料講嚇，好啦 ，The Star Spangled Banner 即係。嗰條星團就係、是、美國國歌啦 ，anyway， 屌你老母，四十幾年嘅啫呢條橋，1977年投用，喂唔係老喎、啊，所以我話咧係嘛，屌你老母，成日笑鳩我哋，乜冧橋啊冧樓啊，喂你幾廿年條橋咁後生，俾只船撞一撞冧撚咗，同廣州嗰條橋一樣，屌你老母，嗱上嚟睇片。跟住啲車啊人啊，而家最少啊，據講嗱較早時啊，我可能而家唔知啊，最少有七個人落咗橋，哎呀，落咗河嘅。不過好彩，唔係好彩應該咁講，處理手法有啲唔同嘅，因為咧佢係24小時咧，消防局咧同埋當地嘅政府咧不就係每一個鐘頭每個鐘頭都不斷更新資料情況，係 open 嘅，已經安排曬咧。
啲救援人員啦。咁消防局亦都將佢提升到大規模傷亡事件啦。點樣封路啊？點樣將條路清開俾你入醫院啊？臨時急救站啊？咁啊，似乎咧，我哋祖國都有排學習啦。關於呢一啲善後，因為我哋祖國嘅善後就屌你乜封冧咗咯，啊咁就唔俾你知咯嚇。咁但係就證明咧嗱，唔好笑鳩人啊。不過人哋好嘅嘢咧，我哋要學嘅，公開透明啊，成條橋冧撚咗。好啦，另外咁啊，星期六啦，係嘛啊，王菲啊生患癌啦。咁但係而家我哋唔係講患癌呢樣嘢，首先我哋希望佢咧。即係早知物藥啦，咁啊似乎就我唔估啦。你話下體，你話佢個下體啊嘛，下身啊嘛嘅癌症，咁係咩情形咧？係嘛？咁但係而家唔係講緊呢樣嘢啦，即係咩英國國運唔講嗰啲啦，反而係講啦今日咧睇到報道咧 ，OK， 咁喺每日電訊報入邊咧就話皇室消息人接近皇室消息人士話：而家咧，俄羅斯、伊朗同埋中國就佢哋講啊嚇，喺度散播緊關於威爾斯王妃嘅虛假消息，就破壞國家穩定。政府高官亦都擔心咧，這個會唔會一啲瘋狂啲陰謀咧？嗱，北韓、伊朗同埋中國，咁我首先要講你有冇證據先？是不是這個國家行為來的先？但是我們永遠不知道，可能是國家行為啦，或者不是啦。但是呢 BBC 跟著 follow 有一個報導呢，就是說呢有一條 TikTok 就是講這個王妃死撚了的陰謀，在一兩天之內已經過千萬的 view 了。其實這些呢我不需要你去是不是國家陰謀，是一定會有這些這樣的陰謀，因為多人看嘛，是吧？王菲佢點解星期六先出嚟出呢個聲明咧？事實上真係越傳越烈啊！甚至乎咧，嗱，譬如佢講呢度啦，有啲人咧鋪個王菲出嚟嘅 video 都會話呢個係咪 AI 啊？係咪合成啊？喂，點解查威廉王子唔喺隔離啊？其實佢死撚咗㗎啦，王菲已經呢個替身嚟嘅，替身嚟嘅，唔係呢個係 AI 啊 ，gen 出嚟噶。屌你老母，咁啊死撚咗！咁結果於是乎佢咪要出嚟出聲明咯。咁就算出聲明，佢都可以繼續咁炒作嘅。可能王菲而家身體又未必真係能夠應付到啦。其實我哋都應該要咁樣做節目啊。係㗎，其實。係啊。嗱，所以話咪阿聲同人都得㗎，都得㗎嚇。所以咧，即係我又唔會下上升到咁。佢哋當然啦，你要記住點解佢零零舍舍英國佬每日電訊報話。每日電訊報話接近皇室人士，佢唔係講政府，係接近皇室人士話接近皇室人士，又點會知道係中國？佢話點會有呢咁嘅 data 咧？係仲係中國、伊朗同埋北韓嚟去做喎？咁呢啲咧其實都要小心㗎。有陣時啲鬼佬都好撚矛㗎，好撚奸㗎。即係我哋即係接收信息嘅時候都要去諗一諗啊！但係無論如何咧。case 一定要出嚟啦，因為要公開透明。如果唔係，就真係任人炒作嘅。即係而家你講真，好似我哋上個禮拜都即係都會覺得喂，屌你講啲嘢點？因為已經好多啲咁嘅消息，實在係太過奇怪啊嘛。咁而家就好唔好彩啦，聽見咁樣嚇。咁 我真係唔想諗到最差嗰步啊，因為我都好中意呢個王菲嘅。即係問心嗰句，唔好講佢嗰啲威廉或者啲姑姐啊，即係梅根。那些不要講添啦，梅根就即係講佢第三代啦。如果咁講，即係由女王，即係唔好講佢自己嗰啲即係安妮公主啊，嗰啲姑姐嗰啲啊，唔好講啊，即係嗰啲咩阿叔嗰啲，就講喂佢哋第三代啦，佢兩兄弟啦，兩個老婆啦，計埋嗰扎有邊個似樣先？你反而case 咧係真係你會 feel 到佢真係能夠武夷天下啊嘛，將來。係嘛？即係屌你唔通你梅根啊？屌係咪先？真係梅發霉嗰個霉喎。係喂，啲細路又咁細，咁啊，梗係希望佢冇事啦。你話真係有乜嘢事咧 ？Touch wood, touch wood 咧，咁你就能夠想像到點解嗰陣時喂，我真係覺得我好撚驚呢啲謠傳啦。帝繼位嗰個唔係威廉王子，佢做咩心機咧？係嘛？係咪要自己
就是父兼母職帶大家的細路，係嘛？咁事實上你問我，你啲人譬如左膠成日話反皇室嘅，其實你俾我都唔做啦。呢啲皇室成員，你問我就係嘛？係咪？咁啊，喺而家呢個世道咧，呢啲咁嘅你一唔公開透明咧，就真係任人哋講噶啦。係咪咩國家行為咧？我就真係唔夠膽，我唔夠膽講啊！嗱，而家英國政府話咧，政府啊，唔係皇室啊，政府係定期持續同社交媒體公司對話嘅，廣泛討論包括虛假信息，同時跨政府合作，確保咧可以及時透過捍衛民主特別小組啊，嚇、這個叫 Defending Democracy Task Force OK 嚇、啊。他說網絡安全法已經全面實施了，社交平台意識到問題的時候應該要盡快移除違法虛假的內容，終於發展到這裡。其實呢、這個真的很慘，你說我們繼續因為捧著言論自由，於是乎我們不去管制網上的言論，但是呢他就發展到現在這樣的情況，喂，真的會有時造成傷害，甚至乎仇恨嘅喎，可以，即係呢個資訊戰啊，即係甚至乎咧係啊，譬如俾啲邪惡但係即係操作資訊嘅人叻嘅人咧，佢可以扭轉一代人或者成個大部分人嘅諗法嘅喎，係得嘅喎，佢真係得嘅喎。好啦，於是乎我哋唔俾佢講，因為係 fake 嘅，係 false 嘅，係錯嘅。咁邊個判斷啊？邊嗱？假的我們容易判斷、錯的我們怎麼判斷、所以你說現在這個互聯網看回頭真的永遠我們不知道看回頭究竟是好還是不好，真的不知道，不懂得說了，已經是吧、okay， 我希望呢、就是、最主要是好不好看你怎麼樣、但是不是大問題，就真的會有些人是亂來的嘛，他未必有政治野心，他會騙 like 的嘛，騙 like 的嘛，騙 like 的嘛，是的，又或者有一夥人利用呢樣嘢，譬如嗰啲左膠啦，去控制咗個媒體，係嘛？洗膠你腦啲陳偉業都咪俾人洗腦咯。如果唔係咩歐嘉倫嗰啲咪俾人洗腦咧，我真係覺得係俾人洗腦嘅，因為佢哋唔會有着數啊嘛。你話幾撚蠢啊？屌你啦咩？所以我係普京，我真係驚你條撚尾啊！就算而家全世界睇到啊，屌你啦咩？係喂人哋認埋啦 ，ISIS 啊，你都係話唔撚係啊？屌你咩？早撚去烏克蘭啊！你咬佢撚食啊！食硬你哋咯，點解？唔通你夠膽打我咩？佢就倒一鋪啫嘛。你夠膽打佢咩？你就係唔夠膽啊嘛，係嘛 ？OK， 好啦，聽日繼續，拜拜。